14号 ，Ella 出席红道老人基金会公益活动。说起前阵子好姐妹 Selina 顺利生产，当妈妈后状况也恢复得非常好，好的不得了，很好啊。她现在就是非常享受在那个当妈妈的那个喜悦当中，但是她也没有失去自己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我觉得她当妈妈当得很开心，所以我为她开心。有去看小妖？那是当然啦、啊，我可是还帮他洗过屁股的，而且我帮他洗屁股的时候，他那些黄黄的便便还有沾到我的衣服上，我就很自豪说：“哎，你看，这个可是我的战绩呢。”没有啊，他就在旁边一直帮我拍照、啊，他不会紧张啦，对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洗屁股这件事情他好像还没有那么强，然后所以像比如说洗屁股这些事情啊，都是先生在帮忙这样。我没有要当他干妈，因为我不知道干妈要干嘛、欸。干妈是不是要给他一些财产啊？对啊，我就已经有敬宝，我再给他一个敬宝，心里应该会有点不平衡吧，对不对？我送给敬宝最大的礼物就是没有手足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人跟他抢啊，那全部传播你弄你的啊！啊，这你们自己去问他啊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私人的事情。我这个如果齁在这边这样给你们回答，我真的是多嘴哦，真的是唔当哦，唔当做这种人。他预约找你当伴娘，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回答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不就是他要那个了？那当然也是这个，你不能问我。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谁还要当伴娘啊？我当老娘就好了，还当伴娘？我当老娘还当得不够吗？累死我了！我现在六日都要当老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儿子已经上学了，六日管家休息，就是我跟他爸两个人要带他，真甜美。Thank you.